光好音乐，社会男女秀哈，大家心情一定是快乐诶。是了，有一个介绍，这里好青春玉女明星，这是我的双双小姐哈。伊呢来历不小哦，伊目前呢在信大电视台吼在做主持人，咱在做用心呢，伊平常下年年吼，我拍开电视甲恁看到，我是水果娘啊，其他伊伫电视跳来恁面前，来甲恁摸，甲恁阿里家演唱好听歌曲，而且来甲恁陪伴。另外呢，伊嘛去参加过《明日之星》，也是有得奖过的，所以我才说呢，这位呢来头不小。好，大家呢定睛来甲阮看一下，好不好？眼睛一亮，你这滴都慢慢来苦了啦。对啦对啦，你照过来照过来，你看来，我哋四个另外一家，陪伴你大家呢，度过一个轻松快乐的元旦年。是。那今天我们第一首的舞，演唱什么歌叫？一首国语的老歌，因为我爱你。因为我爱你。对。那当然，老歌素人怀念，新歌呢就爱你。新歌。老歌新歌拢好听，嘿，也是拢中有。啊，第一首呢，就是来演唱一首，大家呢拢最怀念的国语老歌，因为我爱你，没错。掌声给我们鼓励一下，谢谢。啊，把我讲等下，别怕别怕。
今天桃花香囊，谢谢。谢谢哇，我们的青春玉女哈。今天呢，大家可能哈对我们淑霜小姐呢不是很认识，但是没关系，对今天开心的红花绿叶又绿的那些在看，行行行，霜霜小姐，请来敲门的，起码你姓大嘿喜大对吧？喜啊，最喜欢的漂亮的美丽主播小姐啦哈，来啦，我敲门的，你等待喜。好问题。那这么简单，看我来看我来美戏才给你期待。干嘛嘿爱起得归打开我来塞。我会吗几把几把嘿呀，因为我。今天好大哥你好。高霞高霞阿姨好。姐姐好高兴啊。对谢谢。阿姨我今天摆好。今天摆完这儿在啊。从八点到十点。阿姨你来给你搞好。你在笑歌啊？好，谢谢呵。那大家慢慢的用餐，接下来呢，想要为各位呢再表演一首很嗨的歌。没错，这首歌打动杨琴。我现在想要征求我们亲爱的小朋友，有没有谁想上台来？小朋友们，快让高丽一起来跳舞一下。说不定我们那个跳舞的妈妈也会哦。不是哦，有真的真的这些漂亮的妈妈们，对啊，妈妈都会哦。真的，我想为各位呢。介绍的这首曲子大家都会唱，咱做回来唱，唱了以后，咱再来来邀请到咱上届亲爱、上届敬爱，你听来听，跟咱讲话好不好？来，小苹果送给我们所有的各位。Thank you.
见。